这里有几个暗掉的灯。哎哎哎，这有个箱子，应该是要开的啊，钥匙在哪呢？来，我们找一下，找一下，找一下线索。哎，可以转。哎，哦，都能转。这里有个箭头，所以我要指对这个时辰，我们要找出这个线索。斑驳的光影中寄托了那天的惨烈，毒液让五人暴毙于此，被作为人质用于祭天。点亮灯光，它将会照亮所有犯罪的痕迹。点亮灯光，是不是要点灯啊？这个灯有用的，灯有用的。我们再找一下开关。哎，杆子是不是呢？上面有按钮能点亮啊？能爬得上去吗？爬不上去。爬不上去，我们得有人上去。玉轩，来帮忙一下。我当时就是想，一定要找一个体重最轻的。小雨，我们把他抱上去，让他看一下。一人一脚啊！对不起，他一蹲下，蹦一下就戳他的脸，一膝盖直接把我顶飞了，专门坑队友，我错了，江边赎罪。